现在只靠中美堂啊，在做一个综合体育馆的使用啊，是确实是不太够。但是因为我说土地上面的取得的比例是不太一样的，哇，这个欧洲步，这完全可以看到阿巴西在下半身的一个肌力的展现。结果在第三节开始没有多久，大概三分半钟左右的时间，世新大学一口气攻下了10分，台大只攻下了3分，反而又让世新大学把领先权给拿了回去。